真的真的，我不知道台湾的 LED 已经发展到这地步。哇，了不起了不起，这是高产能哎，很厉害很厉害。好，哎，我们接下来三点停下来这个大圆摆前面的广场呢，没错，好是的。啊，那希望呢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务必来这里，我们还有很多空位哦。你看美女旁边还有空位哦，美女旁边还有空位哦，大家。这边还有一个，要售出了好不好？要售出了，快过来啊！后面都还有哈，还有很多空位，请大家过来。等下三点的时候呢，就要开始演出啦。好的，好了，那这是中间的，我们先跟大家聊聊天好了。聊些什么呢？啊，其实我是板桥人，是不是？我板桥人呐、啊，你跟我们介绍一下板桥的地方。这边是有板桥人啊，这边。板桥人哦，哦，他是板桥人啊。那请问全小姐哪里人啊？高雄人。高雄人。那你要好好跟他介绍一下板桥的地方嘛。板桥这个地方真的不错，我之前念光仁中学就前面，我中山路二段上麦当劳的巷子里面。板桥这个地方很棒，旅游入口啊，可以吃吃那个蚵仔面线，对，香肠，哦，香肠，然后香肠，香肠好吃，好吃。然后板桥，哦，板桥火车站呢，无敌的共构，很好。你说正方表，方向，还有那个叫无敌共构，还有。这个有没有啊？新北市政府哦，上面可以看夜景哦，32楼看夜景，不用哪里是新北市政府，这栋这栋这栋，地轮在吗？地轮，还没想，好，今天放，今天两个天哈，地轮今天放假不在啊，市长今天不在，好，今天天气真的是很好，真的很棒，大家可以转头看一下雨，真的是漂亮，太刺眼了吧。